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本来啊，利豪啊，想说啊，今天的节目啊，干脆重播啊。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啊，我还是啊，今天要上来节目，各位，请你伸出双手，帮我鼓鼓掌。各位，等一下，你看一下 VCR， 你看完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我们真的是每天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。各位，我讲这句话，如果你还不是我们的会员，你千万不要生气，真的。各位，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，没有这么困难啊，难的是你怎么去想而已。各位，今天有一档股票，有没有机会在短时间之内挑战68%？各位，你一定要有，绝对要有，好不好？但是你的手机号码只要能够出现013789，对不对？013789，中两号就好，马上来电。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现在利豪放一段 VCR 给你看看，好不好？你看完之后，你帮我鼓鼓掌就好了。该我昨天跟你说什么？其实这段时间以来，利豪一直跟你讲，我们有做很多的股票，对不对？也赚了很多的钱。但是其中有一档股票，是我一直在电视上教你们怎么做。每个人每天都想在股市里面要名牌。我不是跟你讲我的四星 KY， 我每天都跟你讲怎么做。各位，你敢做吗？这一段 VCR 让你看一看。各位，我昨天去放空四星哦，四星创新高之后，我去放空四星赚了80块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不是又跟你讲我在1770到1790我又买回了吗？各位，今天又拉到1860了，我又赚了80块。各位，10张就好，真的。你如果买10张就好，你又赚80万。你说老师，我没什么钱呐、啊，我只能买一张。好，那各位，那你买一张你也赚8万呢、啊。各位，一天能赚8万块，你何乐而不为呢？各位，每天有钱赚，有什么不高兴吗？各位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跟你提到？各位，我们台中有一个真正，哎，他只做一档股票呢。他就只做四星 KY， 其他他都不做。光四星 KY 赚到爆，真的赚到爆了。哎，他本来3亿，赔钱赔光了哦，卖了一栋台中第七期从化区的房子，卖了8000多万来做股票哦，赚回3亿，又赚了一台兰宝基尼。最近又要买一台真的好车。各位，就一档股票四星 KY， 各位有这么难吗？我现在放一段 VCR 给你看，你看一看我在昨天放空四星之后怎么回补，怎么反买。你看看那种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，你再看看那种不造假、不作弊、不欺骗、不吹牛的老师，我们是怎么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。各位认真看好不好？看完之后帮我鼓鼓掌。你看一下今天的四星 KY， 注意看哦。各位，今天的四星 KY， 各位再涨，而且最高是1860，对不对？1860哦。好，各位，我昨天1770到1790买到的哦，今天1860，我早上很早我就告诉我的会员他会来1860。你如果不相信，你先看完 VCR， 你等一下再看手机的内容啊。各位，同样一件事情哦，请你注意时间，时间很重要，时间是不能篡改的，时间是不能作弊的。我不会像其他的投顾老师整天在吹牛比赛，我就让你看看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能够发大财。因为真的嘛，今天真的才有办法有这么多人喜欢跟着陈利豪嘛。各位注意听哦，你看看 VCR 好不好？请看 VCR。 在台湾做股票，你要懂得来龙去脉，在台湾做股票你要懂得会买会卖，会空会回补。
各位，我今天放空了四星，我不但回补了，因为我已经赚了80块。各位，我再让你看，我买回来了，你注意看。各位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哦。各位，你看哦，我们放空的刚刚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你看，放空的有没有？回补全部获利出场，对不对？回补之后，各位，我告诉会员，会员注意，3661的四星今天空的漂亮。现在1770到1790可以少量买回，各位早上10:09，1770到1790，我在讲的时候，那时候还在1800多。我讲完毕之后，各位把时间记下来，你回去查电脑，各位注意看，各位注意看哦，10:09，各位你看看10:09的时候，各位看哦，你看看10:09，啊这个跑很慢的，各位你看10:09我讲完毕之后。你要什么时候有来到1770以下？你注意看，各位10:09，我们来回看来，各位注意看10:09，哦，各位看，哎，你看哦，10:09我在讲哦，10:09我在讲哦，你看看10:09哦，10:09我在讲，对不对？你看10:09我在讲，拉回1770再买，哎，我讲完毕之后，各位有没有来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几点来了？你看几点来了，哥？你看几点来了？你看，我让你看，我就是要让你看，哥，你看几点来了？11点来了，全部成交，全部成交。今天最低就1765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我有没有厉害？我说要到多少就到多少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在股市35年了。各位，很多的股票我们在做的时候，我跟你讲筹码很重要，我跟你说的价位会到就是会到。各位，这个是不是我昨天的节目，6月15号的节目？各位你知道吗？天哪，赚翻了。你之前在6月6号，各位有没有6月6号我们不是要买股票吗？各位，6月6号的股票，你看这是6月6号的，有没有？是不是6月6号？你看我们的力旺买到之后创历史新高，四星创历史新高，美食大涨，高丽创历史新高，嘉登创历史新高，有没有？各位，这是6月6号我们就已经买的，所以在6月12号我不是跟你讲吗？我们的四星创历史新高，力旺创历史新高，嘉登高丽全部创历史新高，你有吗？验证是最大的诚信，有没有？好，各位，哎，我讲完毕之后，我在6月15号的昨天，我说天哪，真的赚翻了。你如果6月6号一直到昨天为止，四星总共你是光一次性的极大值赚245块，力旺赚545块，高丽赚65块，嘉登赚65块，东哥赚28块，美食赚19块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。昨天的嘛，对不对？是昨天的节目。各位，刚刚你看到 VCR， 我昨天是不是6月15号去放空四星也赚80块？各位，你看，我昨天去放空四星，有没有？各位，我是不是赚了？放空之后是不是赚了80块？10张是不是赚了80万？100张又赚800万啊！各位，我是不是在刚刚 VCR 跟你讲，我又回补了，有没有？各位，你看，我们去放空哦，赚钱哦，而且各位，你看哦，刚刚你的 VCR 已经看得很清楚了，我们在昨天是不是回补？回补之后又反买了，你看，各位。昨天回补之后不是反买吗？你看，会员注意有没有？恭喜敢放空的人有没有？昨天不是获利出场吗？获利出场之后，哥，你看这一通，会员注意，3661的四星今天空的漂亮，现在1770到1790可以买回有没有？哥，你看今天又赚80块，你看今天最高拉到1860，好，各位，你看看我，我做多也赚，放空也赚，买回又赚。各位每天赚大钱，而且都手机给你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那各位，你看到你跟到一个这样的老师，你要不要觉得很庆幸？为什么我的很多的会员很喜欢陈立豪，续约续约再续约？为什么？因为陈立豪很棒啊，真的每天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，而且又不吹牛，又不造假，又不作弊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你看我昨天放空赚了80块，各位马上回补，对不对？回补之后，各位今天又赚80块。我回补之后到了今天又赚80块，才一天又80块。
我现在累积已经19310块了呢。各位，今天再赚80块，10张又80万，我的天哪！各位赚钱真的好好赚哦，好好玩哦。各位真的赚钱好好赚，好好玩呢、啊。各位做股票你要懂得来龙去脉，懂吗？你要懂得筹码战，各位赚翻了，真的赚翻了。哎、欸，我那个台中那个第七期从化区的那个朋友，哎、欸，那个会员哦、喔，帮我介绍好多会员，真的很感恩呐、啊。为什么？每天赚大钱，当然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各位手机给你看，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四星会到1860吗？你看各位1860哦、喔，1860什么时候才来的？各位注意看呢、啊，1860什么时候来的？各位你看这里。1:16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1:16来1860？来，各位你看一下，我今天多早就告诉我的会员1860一定会来。你看，各位今天两个字哦，各位你看这一通就好。温馨提醒：3661的四星，现在1840到1860可以全部先获利出场，保留资金。早上9:17是讲。1860会来，1860有没有？是1860，9:17就在讲。各位，1:16真的最高来到1860，收盘收1840。你看我陈立豪准不准？准到吓死人了！各位，准到吓死人了！我说多少价位会来，就是会来。所以各位，你看哦，陈立豪跟你说过，我不造假，不作弊，不欺骗，不吹牛。从头到尾手机验证，哎，各位，现在我投信的很多的朋友，他的爸爸妈妈都不相信他们，他们都说，哎，立豪，我们虽然是朋友，但是我很嫉妒你，因为我爸爸妈妈都喜欢你，我爸爸妈妈都喜欢看你的节目。各位，为什么？真嘛，很真诚，真诚，知道吗？所以各位验证是最大的诚信。6月6号买的股票，四星 KY 创历史新高，赚245块。6月6号买的力旺创历史新高，价差赚545块。嘉登创历史新高，赚65块。高丽创历史新高，赚65块。6月12号再买美食，再赚19块。6月14号买东哥，再赚28块。结果各位，昨天放空四星赚80块，结果放空之后再回补，再赚80块。每天在赚钱，每天。所以各位真的，我都没有骗你哦，我都是实实在在跟你讲哦，对不对？各位你看。刚刚的 VCR 你也看得很清楚了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昨天四星创历史新高，我放空它赚80块，放空下来，手机给你看到了，刚刚 VCR 你也看到了，1770到1790买回，各位昨天全部成交，昨天全部成交，真的，各位你看昨天全部成交，昨天最低1765全部成交，好，各位成交之后，今天最高1860。哎、欸，各位，马上赚80块，厉不厉害？而且早上9:17就告诉我的会员1860会来，你看，你看，真的，各位做股票有这么难吗？哎、欸，各位，对了，我要提醒你，这档股票不造假、不作弊、不欺骗、不吹牛。各位，我昨天不是跟你讲要送这档股票吗？我今天还是送这档股票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来挑战68%，好不好？有没有机会68%？我们就试看看嘛，好不好？无所谓啊 ，I don't care 啊，你要来拿就来拿，不来拿还是拎到会逮鸡，我无所谓的，知道吗？我无所谓，我只是跟你讲，我们不要去造假，不要作弊，不要欺骗，不要吹牛就好。哎，各位，这档股票我直接跟你讲好不好？200块以下而已，能把扣以下，200块以下，知道吗？好、哦，给我跟你说过。你要赚大钱，就要跟着真正懂得筹码的老师，要懂得来回做价差的老师。你看我四星 KY 已经赚了多少钱了？哎，到今天为止哈，哎，到今天为止，他的我们那个四星 KY 到今天为止那个已经赚了多少钱了？哎，各位，
19,310块的价差了呢，已经赚了19,310块的价差了。你看，各位，你就买十张，一直做这一档股票就好。各位，你真的赚了好几亿了啦，吓死人了。各位，一点都不夸张。所以我当初不是跟你讲吗？你可以赚大钱，不要只是赚小钱嘛，你就不相信。我也跟你说过，绝对不是天方夜谭嘛。你300万要赚3000万，有这么难吗？有这么难吗？哥，一点都不难，而且我都在教你怎么做。等一下那个 VCR 再播一次。各位，你看到没有？真的。所以我陈立豪跟你说过，6月6号开始买的股票，四星极大值赚245块，力旺极大值赚545块。嘉登极大值赚65块，各位，高丽极大值赚65块，这四档股票全部创历史新高。之后6月12号我又买美食，又赚19块。6月14号买东哥，马上赚28块。结果去放空，昨天放空四星，再赚80块。各位，放空之后，昨天反买，今天再赚80块。每天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，各位，你让。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，你每天就会有赚大钱的机会，你相信我，你要有正能量，跟着陈立豪一样要有正能量。对，我现在 VCR 再给你看一遍，你看看我昨天跟你讲那个勇气、霸气跟行动力，请看 VCR。 在台湾做股票，你要懂得来龙去脉，在台湾做股票，你要懂得会买会卖，会空会回补。各位，我今天放空了四星，我不但回补了，因为我已经赚了80块。各位，我再让你看，我买回来了，你注意看。各位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哦。各位，你看哦，我们放空的，刚刚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你看，放空的有没有回补？全部获利出场，对不对？回补之后，各位，我告诉会员，会员注意，3661的四星今天空的漂亮。现在1770到1790可以少量买回，各位早上10:09，1770到1790，我在讲的时候，那时候还在1800多。我讲完毕之后，各位把时间记下来，你回去查电脑，各位注意看，各位注意看哦，10:09，各位你看看10:09的时候，各位看哦，你看看10:09，啊这个跑很慢，各位你看10:09我讲完毕之后。你要什么时候有来到1770以下？你注意看，各位10:09，我们来回看，来，各位注意看10:09，哦，各位看，哎，你看哦，10:09我在讲哦，10:09我在讲哦，你看看10:09哦，10:09我在讲，对不对？你看，10:09我在讲，拉回1770再买，哎，我讲完毕之后，各位有没有来？你看几点来了？你看几点来了，哥？你看几点来了？你看，我让你看，我就是要让你看，哥，你看几点来了？11点来了，全部成交，全部成交。今天最低就1765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看到 VCR 看两遍，你知道我的重点在哪里吗？我要把那个时间仪标一直移，有没有？就是要让你知道，我讲得到，我一定做得到。而且各位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我说我讲的时间到的时候，我可以，他到了那个，就是给你看到实实在在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。你有看到哪一个投顾老师可以做到这一点吗？你这么聪明，你又不是白痴，你想一下也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从头到尾都在验证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啊。做生意，我跟你说过，就要做到诚信，懂吗？哎，各位，不要人家每天已经在赚大钱了，你还在寻寻觅觅，你还在那混吃等死。各位，台湾股市如果是这样，你真的不适合了，因为你那个赚钱哈、哦、是辛苦钱，你把那个辛苦钱赚来的钱，就是要在股市里面赚大钱，不要把那个钱拿打水漂丢到股市里面，死路一条，那你就麻烦了呢。所以各位，你看看。昨天的节目，天哪，赚翻了！这些股票都是我跟你讲的，而且是6月6号买的。各位，这些是6月6号买的四只，四星、力旺、高丽、嘉登全部创历史新高。然后各位，东哥
后来是6月14号买的赚28块，美食是6月12号买的赚19块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，难道你不懂验证跟诚信吗？结果各位，我昨天不是去放空四星赚80块吗？结果各位，刚刚给你看到那个什么 VCR 看两次，放空之后回补买回，今天再赚80块。各位，赚钱赚到这样呢？哦，我的很多的会员跟我讲，老师你真的是神了，老师你真的是神啊。各位，我告诉你，我何止是神，我是真的很神啊。我讲这句话一定有我的目的在，你愿意相信就相信，不愿意相信 I don't care。 给我做股票很有勇气、霸气跟行动力，我是一个很活的老师，知道吗？各位，不作弊、不造假、不吹牛、不作弊，哈，各位，啊，各位，手机号码中两号，马上来电013-789，只要中两号哦，一定要有，绝对要有。各位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013-789。休息之后再回来。全民抗涨大作战，888抗通膨专案，让您轻松的负担，帮助您快乐的赚钱。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做股票它真的没有这么难，难在你的心里面。你看看在这段时间以来，从6月6号一直到现在，各位刚好10天，刚好10天，你想一想10天以来你的财富重分配，如果你真的跟着利豪一起打江山，10天以来财富重分配，你赚了多少的资金？如果你真的每一档股票你真的都做，所以各位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。6月6号各位你看到没有，这些股票，各位当你看到这些数字，你有作何感想吗？你有任何的感想吗？如果你只是电视机前面的投资人，你没有任何的感想，你看到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。但是如果你是真的有跟到，真的有做到，真的有赚到，各位，那你非常大的感想。各位，真的验证是最大的诚信。你看看每一档股票就好，你只要做，随便做哪一支，包含你个人，你看我不但只会做多，我还会放空。昨天放空四星赚80块，放空之后马上还回补，到了今天又赚80块。你看看各位，做股票有这么难吗？没有很难啊。
所以各位，我一直跟你们说过，跟着利好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。很多人说他想参加，老公不参加；很多人说他想参加，老婆不让他参加。那是因为你们都没有赚到大钱的习惯嘛，所以他当然不让你参加。当你赚到大钱的时候，你再偷偷告诉他，哎，我告诉你，我跟着陈立豪赚大钱，他只会说你真的很棒，听得懂吗？他一定这样讲。所以各位，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那各位，如果要股票，这一次送给你了，好不好？不造假，不作弊，不欺骗，不吹牛了。各位，0137-89中两号，马上来电。各位，讲了这么久了，只希望你自己能够帮自己了。在台湾股市，不是你随便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各位，你要懂得来龙去脉，两边一起赚，好不好？祝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下个礼拜操作顺利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